太神奇了。我提醒一下我们终结者队，你们的气势较刚才已经略弱了一些。没有，没有，是哪有？我们只是来看，亲眼见证这一切有多么的简单跟容易而已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花式依然由潘晓婷来给我们带来，好不好？把所有的硬币都打在杯子里。所有的硬币？就是看半分钟之内能够进几颗。啊，尽量的。好。这个也需要力量的控制，对，力量的控制，角度。这样他都进得去，这是魔术吧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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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赢钱币。谁来试一试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是这样。我们一起都是。你不要看你技术厉害，我们拼的是气势。龙哥，哎，快一点的，再大一点。哦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用力过猛。捡钱呢？给个钱，没钱我谈不了。没有，尽量帮你接啊。真的没那么容易哎。当然啦，真的没那么容易。所以可见他们的那个控制多好。是是是。哎呦，不要拦着我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为止了。四爷，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球嘞！没有球，打什么？哎，可以耶。再来，再来。哎呀，差一丁丁点了，我感觉。大力，大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擦一下巧克。哦，巧克啊，冠军帮我服务，谢谢你。你要教我怎么打吗？你要从后面环抱住我吗？你们两个搞什么？哦，抱歉抱歉，搞暧昧啊。打高杆。哦，搞高杆。嗯，对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勇敢的加一点点力道。加油。何老师，下面我就要给他展示一下在打球之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。OK， 什么状态？好，来。他真的很爱演。若有所思的表情。挨了的杯子还能再接的。我也是他。好，各位，玉女上场了。天生来了，玉女神棍。哎哎，可以哎，再稍微力道大一点，可能就有机会了。